我们今天真的最困难的，闻法眼不得离，如果得离，决定得念佛三昧。一般来说，大乘家常讲嘛，慧目，慧目，真慧听，他契入境界，不但理解，他境界跟着就变了。闻断悟，悟真断了。闻修善，他那个善念善心他就生起来了。跟着这个身教转境界，一部经没讲完他已经证果了。我们在佛经上看到的。经讲一半，听经的人证果。他转得快，我们都知道有一部《六祖坛经》，慧能大师听仁和尚讲法，那不就是听一句转一个境界吗？听两句又转一个境界吗？经没听完。老和尚只讲到因无所住而生起心，他就大彻大悟了。他证果了，证的什么果？大乘圆教初住以上。我们一般讲佛果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他是真佛，他不是十法界里头的相似佛，更不是六道里面的观行佛，不是啊。他真成佛了。你问他为什么这么快呢？没有别的，放得下。他把执着、分别、妄想，就是起心动念，一下放下了，顿舍，舍掉了，顿悟、顿证，也不过就是两个小时而已吧，凡夫成佛了。我们为什么不行呢？放不下。听着是听的，这是佛给别人讲的，不是给我讲的，与我不相干。所以听一辈子都是佛给别人说的，与自己不相干嘛。所以自己还是那样子，还是凡夫。依旧是轮回心，天天干轮回业。出不了六道轮回想想慧能大师。他两个小时从六道轮回反复生，一下就升到诸佛如来的十宝庄严土，
真正不可思议。啊，他能做得到，我为什么做不到？我们的痛定思痛啊，《华严经》上佛说的很好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。这一句话说破了。慧能大师没有别的，就是能够把妄想分别执着一时放下，他就成佛了。确实成佛不难，一念之间。难在哪里呢？难在了解事实真相。我初学佛的时候，张家大师告诉我，大乘佛法知难行易呀。你为什么行难？是因为你不知，天天听经不知道，没听进去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李老师告诉我，有人读经听经听了一辈子，到80岁90岁，临命终时还是糊里糊涂的，一生呢没搞懂啊。这种人呢很多啊，大有人在啊。为什么念一辈子、讲一辈子、听一辈子都没能契入境界？原因是什么？原因是什么？我没放下，我所没放下，我是烦恼习气，所是五欲六尘，一样都没放下了，所以一辈子别搞了，只是阿赖耶里头落个佛种子。说实在话，这也非常难得。你的成就还在来生后世，这一生不能成就。我们今天非常幸运遇到净宗。净宗，如果你真心、真正愿意去，你这一生绝对能成功。所以这一次我们的无量寿经细讲，讲清楚，讲明白。目的在哪里呢？目的让大家对西方极乐世界有真的印象。真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你才会真正发心。只要一发心，无量界的烦恼习气都能够消除，没有办法断，能扶得住，扶最重要的是放下，是忍耐，放下不能忍耐，他又现前了，忍耐现前永远扶住。自己在日常生活当中时时刻刻有个高度的警觉性，那就是烦恼习气一现前，南无阿弥陀佛，赶紧用这个归到这个佛号上，外面放点放下不要了，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，念头里只有阿弥陀佛，一句阿弥陀佛把这扫得干干净净，
全扶住了，你就能往生啊。断不容易啊，我们没有能力像慧能大师那样的，他是断。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给我们实现的是断，都是顿舍啊，这在佛法里面叫上上根。我们在现前这个时代，能一句佛号把烦恼习气扶住了、控制住了，也算是这个时代里头的上上根。啊，我们心里没事了，没有任何牵挂，啊，没有到什么程度呢？不再执着生生活，这是根本。不再执着，啊，我所有的这一切是为我所，全放下。啊，我有财产，我有土地，我有房屋，啊，我有权势，我有眷属，全放下了。啊，恢复到你原本的清净无为。啊，这些心身外所有的都是因为你有身而后你才经营的，不知道这个经营给你带来障碍。增长你的烦恼习气啊，这个烦恼习气就是分别执着，你没有你不分别不执着，有了就分别执着。应该怎样看法呢？有随他去，没有也随他去，一切随缘，不操一点心，这叫随缘妙用啊！诸佛菩萨示现在世间呢，他就是这样用心，所以他心永远清净，永远平等，不生烦恼，是处是法他样样明了。啊，丝毫不会错乱。啊，一切时一切处他智慧用事。啊，或住在这个世界，或到极乐世界，一切都随意。啊，我初学佛的时候，张家大师教给我，他说：“你这些事情，这一生的事情，全交给佛菩萨，佛菩萨安排。”自己什么心都不要走，我信老师的话。一教奉行的，啊，所以在这一生当中，少烦少恼，啊，这真的。这是方老师先生说，方老师所讲的人生最高的享受啊！啊，晚年一心则大成，一心则无量寿啊！啊，这一部经
我想在今年十月前可以讲圆满，圆满之后我还在这个世间，我再跟大家讲经，就这部经的精彩断片跟大家分享。因为他真得利益，当下就得利益啊，这是无比殊胜的缘分。年轻真正发心学教，发大愿心，续佛慧命，弘法利生，正法救助。啊，我还有一点余力。如果身体还可以的话，我全心全力帮助大家。啊，学佛，第一个就修清净，不攀缘，不多事。啊，现在这个社会，电视网络，那扰乱人心啊！啊，他们有群，每一天在播放，我也有群，可以不接受。啊，我可以不看的，啊，几十年不看电视，从来没有接触过网络，啊，我连电话都放下了，啊，所以我电话很少，人找不到我。我也不给别人打电话，为什么？念佛就好啊，少说废话了。念佛是真的，啊，搞什么都是假的。看，闻者得意，地闻妙法。地是用智慧心，用真诚心闻佛菩萨说法，心无妄念，立诸口然，闻法诵经，心里头有妄念啊。然无是什么呢？自私自利，名闻利养，五欲六尘，贪嗔痴慢，这是染污。啊，这样的心夹杂在其中听法，你什么都听不到，你得不到法益。必须把这个全放下，故曰其心清净。清净心听清净法，你就受益了。